你好大家们，我是Cody Sun， 我是在Clutch Gaming 打 ADC。 我原来六岁的时候我还是在中国生长的，然后我去加拿大在六岁的时候，我年的第一年去世界比赛，我觉得就是其实很我运气很好吧，就是我第一年打职业我就可以去世界比赛，然后我就是跟所有的中国的或者韩国的 ADC 学很多的东西。其实我觉得北美的 ADC 跟 LPL 和韩国的 ADC 都是差很多吧，所以就是跟我要是跟中国的或者韩国的 ADC 打，我总是能学的很多东西。对我的 LPL 的反思，我总是在打北美的时候总是看很多 LPL，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队就是都是很厉害吧。然后前年我也是看的IG 打得很好，然后对我跟 Jackie Love 学了很多东西，所以这次我想就是对北美好好的打，然后就告诉大家我也是有点中国的 ADC 的打法吧。